早上好，现在是2024年6月15日。在整个经文当中，历史历代，人们总是对神派来带领他们的人产生疑问。即使是被所有先知认定的耶稣本人，也仍然受到他的亲密伙伴和神职人员的质疑。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中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哦，愚昧的人呐、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”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今天再次告诉我们，要相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语。这里是神的仆人、福音的传道人约瑟·伯拉罕弟兄。来自伯拉罕会堂的群英聚集在一起的信件。亲爱的耶稣基督夫人，如果我们对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提出一个问题，那么一定会有一个真实的答案，可能会有一些接近的答案，但每个问题都必定有一个真实直接的答案。因此，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必定有个真实正确的答案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圣经的问题，就必定有一个圣经的答案。我们不想答案来自一群人，来自某个团契，或来自某个教育者，或来自某个教派。我们想要答案直接来自经文。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才是敬拜神的真正正确的地方。神选择与人相会，不是在教会，不是在宗派，不是在信条里，而是在基督里。这是唯一神会与人相遇的地方。他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敬拜神，这是唯一的地方。不管你是寻道会、浸信会、天主教、新教，不管你是什么，只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正确的敬拜神，那就是在基督里。神选择的唯一正确敬拜他的地方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是他提供的唯一的道路。圣经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中应许了我们一支鹰，一个我们要跟随的火柱，他将向行错了的教会显明，他就是希伯来书13章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路加福音17章30节也应许了我们，人子鹰将向他的心腹显明他自己。启示录4章7节告诉我们，有四只兽，第一只是狮子，下一个兽是牛，然后下一个来的是一个人，那个人是那些改革者，人的教育、神学等等。但圣经说，在傍晚的时分，最后要来的兽是一只飞鹰，神将为他末世的心腹提供一只鹰，就是人子他自己在肉身中显现自己，来带领他的心腹。圣经还说，旧约中所有过去的事情都是将来之事的影子，随着那影子越来越近，负面的东西就会被正面的东西所吞没。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影子。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，旧约告诉我们，神提供了先知撒母耳来带领人民。人们找到他，告诉他他们想要一个王。撒母耳非常沮丧，他的心几乎要崩溃了。神一直在通过这位分别为圣、被经文印证的先知来带领他的子民。先知觉得自己被拒绝了，他召集百姓，恳求他们不要背弃神。这位神曾像背负儿女一样带着他们，使他们兴盛，
赐福给他们，但他们执迷不悟。他们对撒母耳说，你在领导方面从未出过差错，你在财务交易中从未有过不诚实，你尽最大努力让我们遵守主的话语，我们感谢神的神迹、智慧、供应和保护。我们相信这些，我们喜欢这些，而且我们也不想失去这些，只是我们想要有一位王带领我们去战斗。当然，当我们出征时，我们仍然打算让祭司走在前面，犹大跟在后面。我们会吹响号角，高呼歌唱。我们并不打算停止这一切，但我们想要一个王，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，来带领我们。这并不是当时教派里的人们，事实上这些人声称撒母耳是神的先知，是被神选中来带领他们的。是的，你是先知，我们相信这个信息，神将他的话语启示给了你。我们喜欢他的话语，我们不想没有他的话语，但我们想要除你之外的另一个人来带领我们，一个我们自己的人。我们还准备说，我们相信你带给我们的信息，那是神的话语。你是先知，但你不是那唯一的或那个最重要的声音。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们，优秀的教会，但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夫人，我们就是他，就是耶稣基督为之而来的人，是他贞洁的童贞女，道的心腹。他将与神唯一得到印证，和正是是主如此说的声音在一起。如果您希望在本周日中午12点杰弗森威尔时间加入我们，我们仍将通过电话连接在世界各地收听。下面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临到我的兄弟姐妹们，我的朋友们，今晚在这里的，还有外面通过电话收听的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，几个不同的州都在收听。我祈求亲爱的神，在下面沙漠另一边的图森，在远方的加利福尼亚，上至内华达州、爱达荷州，远在东部及周围地区，下到德克萨斯州。当这个邀请发出的时候，人们坐在小教堂、加油站、家里收听。哦，神啊，愿那迷失的男人或女人、男孩或女孩，在此时此刻都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现在就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找到这个安全的地方。现在主啊，这个挑战已经得到了回应，就是撒旦这个大忽悠，他没有权利抓住神的孩子，他是一个被打败的存在。耶稣基督那唯一的敬拜之地，那唯一真正的名字，在加略山打败了他。我们现在就认领他的宝血，他战胜了一切疾病。我呼叫撒旦离开这些听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从这群人中出来，让他们获得自由。凡是根据书面的道接受他们医治的人，请站起来作证，说：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我的医治。站起来，赞美神！看到了吗？看这里，瘸子以及各种疾病的人都站了起来，赞美神。就是这样，只要相信，他就在这里。约瑟·伯拉罕弟兄，神所拣选的敬拜场所，65年2月20日，聆听信息前要阅读的经文，生命记16章1至3节，出埃及记12章3至6节，马拉基书3章和4章，路加福音17章30节，罗马书8章1节，启示录4章7节。
来自印第安纳州杰弗森·威尔伯兰会堂的信到此结束，下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们平安。www.branhamtabernacle.org and www.svfellowship.info